哦，你挺去我扯家的看我吧？家地板。对啊，我看到了。不过什么？哦，这还不能剧透，没事。剧透什么？没事，有一个东西。啊，我帮你剧透在哪里？没有，什么都没有。反正你家甘蔗在哪？哦，我说我家甘蔗快没了。我说我家甘蔗在哪？哦，我家甘蔗在哪？长得那么高，你看不到。长得那么……哦，好高哦，我看到了。哦，这个人哦。这样 OK 好，疾跑能看吗？我腿这么粗，网袜，你就想象一下，你去拿那个五花肉绑的那个绑起来的五花肉，然后拿一块布，然后东西拿一个剪刀剪一下。啊，他是没看过火腿肉啊！谁帮棒糖？你要看布布还是看麦块？你们选一个，只能选一个。感谢罗塔，不可以两个都要，不行啊！你不是大人，不可以那么贪心。全都要，全都要。哦，原哦，这可以用纸哦。什么东西可以用纸？就是木头吗？木头直接磨的，可以用。可以啊，你现在才知道吗？对，我现在才知道。画面会卡，等一下。吼。哦，等一下哦，画面会卡。好像越来越顺喽，好像越来越顺喽。嗯，可以，好。其实我刚应该在桌面等一下，就会越来越顺。啾，啾，喂，喂，大家好，你好，嘿，你好，嘿，你好，嘿，哈，嗯，对，是，嘿，哎，是几位？啊，没有没有几位没有没有，一定搞定，都傻的哦，是不是有接啊？这是一个雷达吧？啊！雷达！大家都很配合，很好很好，这配合度可以满分。大家都在接这个，嗯。不开，本来是没有要开啦，只是大家揪了就开嘛。对啊，对啊，恶心死，做噩梦吧。找神怪砖，找神怪砖，找什么神怪砖呢、啊？不要找神怪砖的了。来，要旗袍之后放旗袍照片，来，旗袍照片，来，有没有？这就像旗袍一样，有没有？赞，他想穿旗袍，啊，有没有？你想要穿旗袍就难过，怎样？你想穿旗袍？不是啦，因为没穿到，不是，所以很难过，不是，是因为 building game， 你知道我盖的旗袍变成什么？战斗机器人 Moco 欸，战斗机器人，哇，原来你是盖战斗机器人哦。对啊，哇，整个都惊呆了，好厉害哦。这个画面又太小，我们只能选一个，不能太小。没条，不然就是这样子，好像没跟其他人一样，然后聊天室放这里。啊，没有，聊天室放这里，麦块放上面。然后布布放这里，这里面要其他的，但又太小。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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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好想你。小朋友才选择，我两个都要。感谢罗塔，乌龟的影片。所以站起来啦！哎呦，这里一个，这个是兔兔的手。来盖个伐木场，需要一把斧头。
嗯，他都会去塞奶哦，真的，我的天哪，天哪，天哪，哇，我是不是应该盖个仓库啊？我觉得我家好乱哦。宝宝，嘣，这样，为什么合不出纸啊？啊？哎，你是要用那个磨碎的盒子吗？合不出来哦。就，对啊。感谢悠悠新会员。哎，那个是假的，你是不是三个那个粉末合出一什么三张？对对对对对，没有，那假的。假配方，你是不是做了一大堆了？没有啊，我本来就要做那个纸箱啊，哦、所以还好。纸箱我有很多啊，我刚才问你是不是要纸箱，我有很多。哦，可是怕卤走了就不会还了。那跟你要啊。啊。绿海绵等于臭酸不是啦，那是 open block 的海绵，它会直接吸掉附近的直径五格水。感谢会员，感谢会员。电子化仓库，你是说 A E 吗 ？A E 哦，之后吧，现在还 不打算用 A E， 太麻烦了。是个大坑吗？是大坑啦，只是用起来，用好之后会还蛮方便的。嗯。这储用发电机猛哦，我的吗？对啊，我还想盖另外一片嘞。你这样电不会超量吗？什么叫超量 ？GP 吗？没有，不是不是，就是我知道你 GP 一定够啊，有熔弹嘛。哎，啊，我想说你多余的电可以拿来就是充电之类的啊。哎，我没有多余的电。哦，你说现阶段是不是？对啊，哦、就是想说你只用在那个玩家模拟器跟。没有多很多，我那天就是用了那一整排，再加上我的那个什么环境的那个，超够用欸。对啊，所以我想说我再弄更大的那个苹果园，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弄上去苹果园是负成长，苹果会消耗。啊，你先帮我把我的电池放上去，然后帮我把电池那个增加好了。我电池在干什么？电池放干这，我干这机附近。哦，你不帮他充电吗？嘿，你帮我拿过去，然后再帮我把它升级，因为我不会升级。是我问题？你要升级吗？我可以帮你，我等下可以帮你。哎，好像是大家的问题。大家都会，那就换伺服器。断断，第一次换伺服器吧。谁换？我换。你换，好，你换。我休息，哎，有好点吗？喂，现在是换到香港伺服器。哎，我们来到香港了，我们现在来到了香港哦，香港了，香港的粉丝。我们刚在哪里啊？我们刚在哪？我们刚在哪？我们刚刚在日本。在日本，我们从日本飞到香港了。对，现在是转站。哇，香港的粉丝们，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哦，繁星，你有恶魔桶哦。有啊，可是没有什么用啊。可容量不是很大吗？大没有用啊。我打算來做几个恶魔桶出来玩。为什么我整地整一整会有羊肉掉出来啊？为什么？哎呦，难道你的不是培根？为什么会有羊肉啊？为什么？反正你的纸箱放在……你猜，你找到的话我就分你一组。我猜，真怪这边、一个。只有一个，那你就拿那个走吧，那个属于你的。可那个是你们是有生怪专的、欸、啊？不行，对，那个是龙岩史莱姆那烂东西，他会，他就他的史莱姆就是会挤出那个生怪区。嗯。然后那我、又爆炸了。然后繁星就是不死发电机啊，它是半就是周围的一格不要碰到就不会有死神。哎，我知道，我那天就是被炸到下面去，死神就来了、啊。哦，我在上面过网挂到被炸下去，好惨啊！我就说你们挑一个啊，要就麦块，要就布布啊，选一个啊。A A 的稻米合成纸比较划算。A A。
稻米。稻米。什么啊？谁？稻米这个吗？可是我有这种东西吗？需要水稻。有没有比较好的伐木场啊？你是要给你的居民伐木场是不是？对啊。哎，对，他居民会不会这样？会不会砍树啊？防爆的话，不知道哎。嗯，在上看好了。这个是这几天私下的时候玩的烂东西。在繁星家的寻宝时间到了，开始东翻西翻。超级留言，超级留言，小一点了，好像就这样子了。好，就盖在这里吧。盖在这里，真的好久没上了、哦，两一天吧。我是还蛮久了，两三天有吧。昨天半夜才在用那个生化灯。你还要纸吗？我去拿荷叶过来放甘蔗啊。纸吗？是还要啦，只是我比较也是，就是我要做纸箱啊，主要是要做纸箱。那我纸箱补个荷叶吧。看一下甘蔗，还是我用种的啊？种自然元素啊。啊，就在等你这句话啊。欸、自然是不是也可以合成其他的作物啊？可以啊。自然、哎，你可以去我家看看，我家有。哦，嗯，用自然元素的话就可以合一大堆啦。如果你没有生长那什么肥料进化的话，我这边有很多，它曾经爆仓过。好，哦，我昨天去的时候就是爆仓了。对啊，所以你没帮我把电池拿过去。我拿了，我等一下回家充电。哦，那是你五个月了，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我觉得步步站多一点，每个都要我猜猜看。步步可爱，步步萌。猜猜看啊，这太明显了吧？你要步步多一点哦。等一下，为什么？他进你家生了一只风暴怪，对吧、啊？他会让你自盲。我就说、啊、哈基家会产风的啊，我家产的、啊。那我要抓，我要回去抓。对啊，抓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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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计划通，哎呀，计划通。他说我这边都可以中啊，就等这一句话，然后繁星计划通。对啊，每次都在等他讲这句话，主动一点嘛。哎呦，我又不缺自然元素，你们要讲，你们要订单下来啊！啊，之后还可以新资容器啊！隔壁 seven 有卖啦，隔壁 seven 有卖啦，我去隔壁 seven 偷种子好了啦！你在隔壁 seven 那种卖那种小量的，对不对？不，那只怪不见了，好吧？要找就要找批发商啊，这样才会便宜啊！不行，我们要以价质量，以价质量吗？价质量，是不是哪里反了、啊？好，哦、所以哈基，你这边也用了很大了吗？就是你的种子这边弄得很大了吗？种子区，你在问什么东西很大了吗？种子区啦，可能要问好问清楚一点，不然说是不是有点不知道该问怎么回答哎、欸。这边大，嗯，这边很大，也蛮多素材啦。嗯，挺大的呢。哎呦。我没有看到那地方，我只有看到仓库里而已。没有看到仓库。布布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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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布好可爱。就借来用用好了。那不大，那你是要去我田里面挖还是怎样？不是续订啊，这个是斗内啦。我没供。这种子不就是、啊、就各种什么南瓜什么什么的，仙人掌、南瓜、甘蔗、小麦。对啊，嗯、我家有南瓜，箱子有南瓜。南瓜、啊。那天你们说怎么合？你说什么强化沙子加什么强化沙子可以合那什么玩家可以过怪物过不了的东西？你说我家楼下那个？
我不知道、欸、你是用玻璃加玻璃盒的吗？我还是什么玩家什么侦测器哦、喔？嗯，因为那天有人是说什么，嗯，玻璃加玻璃可以合成什么，玩家可以过，但怪物不能过的。嗯，我给我看麦，马尾鸡啊。啊，他进你家南瓜只有一颗、两颗哦，三颗。我家很多南瓜，我家很多南瓜，我家很多南瓜。这么少？天嘞！我家很多南瓜。有，我有听到，我有听到，等下就过去。我先在他家拿一点东西，好走了。好。蒙可安。PS FB 是顺的吗？要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关黑房？怎么关黑房？都把这边全部关黑吗？啊、你这是干嘛、啊？跑步机啊？没有，好玩而已。哦，啊，你要把那个，你要先脱掉一个装备，不然会冲出去。对，你会跨过去。这个让我想起 Pokemon 啊。对啊，哎、欸，这更快哎、欸。嗯。还想孵蛋啊？等它毒掉。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孵蛋吗？而且这个东西有个好处是，你按住续服它要停了。哦、oh, ，可以直接刹车，对吧？来，南瓜在这里。嗯，我只需要四颗，感谢。